你爸吼，就是爱安尼，现做现做哦，上较好食，好食到吼，我拢会分口食啊呢。你是火星来的球哈？啊，就一支嘴尔，是安怎哪只包哪口食啊？你怪物了？这是形容词，口食啊，形容词，你拢听无呢？安尼。高宇飞，高宇飞，啊，我的物件嘞！来啊来啊，阿哥来啊！你咖啡还够点心？多谢你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的烤地吼，会包新口味哦。没，我不知道什么新口味，我忠于我的原味就好啊。你走。你拢不会的用品啊，改变很大。你走啦哦！你是呢？进来，我。高阿叔啊！你拿一见面就打，连面看护来哦，你规工拢爱保养，拍一领分身吧。别放心嘛，但是看护来就会当照顾阿姑啊。那你我以后不是足无聊的啊？你若惊哦，你会感觉无聊，无要紧啊，我看护娘互你，你会足有聊的哦。我袂，迄个人哦，我头一次看到伊的时阵哦，我就感觉足讨厌的哦。你也唔讲哦。我第一次看到伊的时阵哦，我就，李然啊，我就感觉更加讨厌伊哦。伊哦，无话讲哦，迄狐狸尾溜哦，就走出来，迄骨骹就缩出来。你真正神经病呢？啊，有啥物动物？啊，同时间有骨骹，啊，佮有迄狐狸尾溜，骗笑你。唔要吼。就讲迄有诶无诶啦，我要吵死。妈，高仔。阿姨，高仔。迄个看护要未来哦？还够五分钟啊，时间未到。我应该要安怎称呼吴先生较好？啊，你着讲赶快，叫阿姑就用个啦。阿姑你好，今日是我头一天上班，请你多多指教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咱相处的时间会足长的。若是有啥物问题，请你一定要直接跟我讲哦。周小姐，阮阿姑是神话一哥啦，啊，不过伊个人足好斗阵的。伊的饮食习惯，还有生活作息，我都写伫个这笔记本内底，你当参考看嘛。我相信对你的工作就有帮助的。等下，妈，你看宇飞啊，我用心的。把这挂古的细节都写在笔记本顶完啦。高宇飞，算你有心嘛？周小姐，以后阮小弟就要麻烦你了。妈安尼讲，我一定尽全力照顾阿姑的。阿姑，你生到这么缘投，我做轮椅宅男，太可惜我啦。应该做轮椅型男，一定会足迷人的。我嘛要出去哦。我想加伊哦，晒日头，晒迄落古铜色的迄落，甲小麦同款咯。我即摆做包工哦，我嘛爱来晒，晒到咧乌，甲咧乌团同款咧，乌密码安尼才好看。对，你赶紧出去晒日头，晒到乌索索哦。我迄个看护哦，就让予你，你进去。我不，我迄看护是你的，我要甲飞飞出去。你干啥？好啦，哥，等下阿姑先出去了后，我再带你去洗洗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徛遐创啥啦？啊，咪紧去杀出去！你出去，我唔知会用得到飞飞出去，紧啊！拜托姐吼，我袂答应呢。阿姑，我拜托你啊，啊，你有算是甲周小姐识识者啊，安尼无？无好，你真正吼愈来愈厉害呢。阮家的人直接只好你收吼，一开始是我正义，然后换阮爸、阮阿姑，即摆对阮妈开始动力啊。我本来就真冰雪聪明，好。真的。小公，你敢唔感觉迄个周小姐看起来有淡薄仔面相？当然嘛，面相。啊，咱就讲，唔才看过伊啊。我唔是讲迄个啦，是讲较早进前。